汗珠渗透了衣领，慈济妈妈们用心用力地炒糯米，准备裹爱心速粽。慈青孩子虽然一窍不通，却不放弃尝试，并且乐在其中。我炒第一个米的时候是炒焦嘛，我不敢认，我就讲我要炒第二哦，炒一下开始有那个勺塞哦。人生第一次裹第一粒粽子，就开始的时候就有点手忙脚乱这样，幸亏好像还有一群人在陪我一起练习啊。为了浩瀚父母恩音乐手语舞台剧的募心募款，雪隆慈青慈医会举办果粽家具，约20位的工作人员完成了1363粒粽子，前后只用了不到1天的时间，配合到很好啊，每个人都是很开心。里面的材料都是我们的孩子，就是慈青的孩子，这外面的粘的就是慈青的妈妈嘛，给他们讲，感觉到很多的爱。我希望慈青得到这个活动哦，回家会很爱他自己的妈妈。操劳了大半天，先让长辈们坐下喘息，慈青孩子端上粽子茶水屈膝敬茶，并一口接一口地把爱心粽送进慈义爸爸妈妈的口中，最后还加上热情而有力的拥抱。很感动，第一口我的眼泪就流得不停。真的看到那个孩子很乖，我真的要想把我的孩子带进来。看到了他们的用心，他们的热忱，全部妈妈都应该，爸爸妈妈都应该要被抱一下咯。你们超棒的。泪是咸的，心却是甜的。未等到演绎当天，点滴的筹备已经不断在学子的内心播下笑的种子。察言观色，顺从父母，尽量让父母欢喜安心，是年轻人行孝的方向。大爱新闻邱婉静、谭聪荣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。谢谢。